Thank you.
我觉得表面的味道还是挺好的，但是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入味。嗯，这个味道真的是糖醋排骨啊，烤糖醋排骨的味道。那我也寻你啊，吃这个太罪恶了，一会儿还有更罪恶的外卖。哦，烫醋排骨就像你喜欢吃什么调料你往里放就好了。喂，看一下背面。